现在处理第三案，请宣读。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地方会期第十四次院会，拟请将行政院函请审议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、地政事法第二十六条之一、第五十一条之一及第五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、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之一、第二十九条及第四十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案，自内政委会抽出经复阅读，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社会有当进行公决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，有异进行处理。针对本案，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对。表决结果：出席六十三人，赞成四人，反对五十八人，弃权一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现在处理第四案，请宣读。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地方会期第十四院会，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房屋税条例第五条、第五条之一及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，自财政委会抽出经复阅读，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社会有当进行公决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，有异进行处理。针对本案，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表决结果：出席六十三人，赞成四人，反对五十八人，弃权一人，赞成者少数，本案不通过。